大家还记得2017年退休后大受欢迎的旅行青蛙吗？如果你对这一类放置休闲题材感兴趣，同时也是武侠游戏的爱好者，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款号称武侠版旅行青蛙的江湖悠悠，你绝对不能错过啦！玩家可以在宛如世外桃源的美景中种田、栽培、烹饪、养宠，自由打造充满个人色彩的家园，还可以结交村民好友，邀请他们到你家做客，一起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寻找内心的平静。江湖悠悠目前已经在手机双平台上架，立即下载还可以抽百万退休金，赶紧下载抢好康喽！江湖悠悠是首款田园系武侠经营手游，玩家可以在 3D 特殊界面打造的世外桃源中，透过季节光阴变化，沉浸且代入感十足的配乐，体会令人屏息的美好，寻找内心的平静，在宛如仙境的游戏世界中充分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，透过种田、栽培、烹饪、制酒、制作各种食物，让你的江湖儿女开心出行。每个地方都有特殊事件，玩家携带的食物酒水都会影响出行的成果。除了有机会获得六大门派的武学秘籍碎片，出行获得的材料还可以拿来布置你的专属家园，所有的摆设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，自由度极高。可爱宠物当然不可或缺，透过放置食物吸引不同小动物来家里入住，培养亲密度，还可以解锁不同玩耍动作，相当疗愈。游戏中共有六大门派，每个门派都有其独特的武学，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成为怎样的大侠。学武有成当然就是要锄强扶弱，行侠仗义啦。侠岛是游戏的主线，会有许多不同的地图、剧情、事件，还有无数奇遇等着你来体验。玩家也可以交村民好友，自由选择你的好友邻居，邀请他们周末在花园摆桌吃饭，交流互动，放烟火，甚至还可以一起接通缉令，相约组队铲奸除恶。看完上述介绍，你是不是也对这款田园系武侠经营手游深感兴趣了呢？立即到手机双平台下载江湖悠悠，百万退休金等你来抽哦！